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早起新闻》，我是蔡佩莹。今天是五月十三，旧历四月七九。首先来关心中美洲国家巴拿马发生规模6.1的地震。在台湾时间今天透早是3点，在台湾时间礼拜一透五月十二透早3点半左右，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的边界突然间来有地震。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情报，这件地震规模6.1，震央在巴拿马大卫市西北边，深度19公里，是一千地震，加在暂时也无传出灾情。中正纪念堂玉佛大殿几百位的慈善长老和法师共同来参加，为台湾和世界祈福，希望大众会当透过玉佛接触佛法。慈善长老引领玉佛，坐步行位，道气庄严。法师因以为宜迎接佛诞，更加殷切盼望的是，借由玉佛大殿，和大众更加熟悉佛教、亲近佛法，让大家认识到佛陀。那么先，第一个先有能见度，那他先种下一个种子，大家看到一群佛教徒呢，其实很认真，不管是僧众，不管是俗众，都一起呢承办这样的一个法会。那他还真的看到说，哦，佛教其实在这个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慈善长老甲法师因同心祈愿，想达天庭，来自国际藏传界代表对业佛有着深深的期待。我很希望大家能认真学佛，因为佛法认真学佛，佛法让我们脱离痛苦，获得最重的快乐。虽然有大大小小的，每个寺庙都有各有各的活动。但是呢，大家要聚在一起，要扮演个那么庄严、盛大的一个法会，就是现在只有自己。法师因对各地欢喜而来，做会庄严业务大典，唔那团结全台各地成团，更加是佛教徒每年感恩佛陀的重要仪式，期待成为人人参与的重要节日。台新闻吴志怡、梁家明台北报道。为着今年玉佛大殿之工是有用真济心思来筹备，代表着佛教的这个佛教代表的菩提树，在志工的脚手努力之下完美呈现，是真济民众来遮翕相，也佫有配上 LED 灯，也佫有一个效果，是非常的庄重庄严。它正悟的那个菩提树下来呈现，代表智慧。然后你看这树梢上面啊，我们还有星空，没有那个 LED 灯。在微微风吹拂之下，菩提树栩栩如生。这是半个月来志工努力的成果，总算完整呈现。原本以为是真的菩提树，对。然后后来就是有听慈济的妈妈说，是志工做的。觉得很惊讶，很用心。佛教就是要清净心嘛，啊，感觉菩提树搭配那个杨绣球，紫蓝色，看起来很舒适，很庄严。西方有野雁树，2500年前佛陀证悟迄丛菩提树，今嘛成为佛教的重要遗像。周围搭配着绣球花、灯啊、亮灯，边啊搁放着宇宙大觉者，好亲像菩萨对地涌出。2500年前，佛陀就是在菩提树下证悟的，所以我们这次的设计啊，不只是菩提树，树上我们还设计了说，设计的那个佛陀当年证悟的星空的一个象征，让整个会众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美来认识佛教。除了有闪烁的星空，志工阁配上云雾缭绕的效果，虚空法界，让民众会当心离其境，更加会当感受到佛教之美。台新闻李雅、李建宽台北报道。去年山竹风台影响香港，主持人前往九龙游东屯来关怀当地议员，希望志工的爱会当在社区延续，邀请志工来这举办玉佛，志工希望甲当地民众结合的。
香港九龙油塘屯就在这天在来来去去的街路上举办夜会，民众匆忙的脚步因为这些庄严得到一时半刻的宁静。我开心咁样可以参与到吓，希望使佢身心嘅成就愿，所有十方一切法界众生都能够平安清净。心情好紧张。佛诞节传扬佛道的慈悲精神，就在浙江将业火带入了油塘屯，这嘛是去年山竹风灾关怀爱的延续。去年这个山竹的风灾，我们有到鲤鱼门去救灾，然后跟这一区的李东海议员呢结下了好缘，那他就邀请我们今年呢，希望有一个活动在这里举办，所以呢，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在这里举办这个今年的浴火活动，希望跟这一区的所有的居民多多结下好缘。我相信咧，对佢哋嚟讲系非常好嘅，即系求得心灵嘅宁静啦，亦都系喺社区有一种导人向善一个咁嘅信息喺度传递。透过业火之间介绍组织，也去说明组织伫当会嘅进展进度，未少民众响应无心无碍。整咗嗰啲竹筒就系、是。让我哋捐钱落去俾嗰啲非洲人有啲食物，有得有啲嘢饮，又可以买啲凳坐床瞓啦。在庄严的业火仪式当中，人人称颂佛德，也感怀古旧大家姐的悲地教诲，更加希望将佛法具体落实在人群当中。台新闻谢晴、李建平，香港报道。马来西亚吉隆坡景苏等即组织率领分会浴火典礼，摆列出素食和尚的图形，照耀如所报佛恩、亲恩、众生恩来纪念佛陀。在组织三者合一的浴火典礼现场，有五个国家驻马的代表对大赛来参加，感受佛诞节跨越宗教的氛围。超过3200人摆出素食和尚的图形，组织率领分会在吉隆坡景苏等举办组织三者合一。全球慈济人响应正言上人悲心大愿，积极推动斋戒护生，期望汇集众人的愿力，化解人间浩劫。在南北总团法师的带领之下，民众开始浴火。立佛祖。金花香，配合主题感恩尊重生命爱，合敬布经共福缘，业火现场鼓励人人斋戒食素报三恩，慈心不散啊，也是在纪念我们这个佛这个这样的一个节日啊，里面更有意义啊。尤其说我们看到近来人，这个全球暖化一直不断的已经非常的炎热了，整个气候啊，像异常的造成各种的灾害，我们应该要积极的推动这个慈树复生。参加教会的包括各国的书籍，有来自台北、克罗埃西亚、意大利，也有比利时等等驻马的代书。This celebration for us, for me, is going beyond all religion, is touching the soul and the mind and the heart.Of all the human beings, and this is why we should be and we are not only grateful but joyful as well. 组织三者合一，体现大爱精神。众人以庄严队伍、虔诚心念，度过一场新心灵的盛会。大爱新闻，马来西亚报道。四年前，尼泊尔强烈地震，组织之间前往赈灾，无聊一年，在当地来举办浴火活动。四年了后，马来西亚组织之间前往陪伴，彰显浴火庄严的氛围。来参加的也是大部分当年投入赈灾的志工，甲关键学校的师长。众人期盼离佛陀诞生的国度，更加也过这一面更加远。组织业火活动再现佛陀故乡尼泊尔。
四年前，组织竞赛团队头一届在天道区举办游会活动，今年因缘际会，马来西亚组织人前往协助，在海角国际学院重现游会庄严气氛。创古杜姆斯五十二位总团法师，也佮有社区志工和民众，总共164位来参加，遵循佛教仪式礼佛祝接会棒。供养的时候，特别我感觉是什么呢？是一个不是供养而已，这里面有一个修心的感觉。尼泊尔志工长期关怀残障儿童，专车接送前来感染护本。警察厅副总监也带着囡仔出席。社区志工中恩当年地动的因缘，也珍惜和组织这份情。活动最后安排为乡亲进行洗脚，这是因的头一届。留下甘蕊的妈妈感动的囝儿，再一次感受佛陀的智慧和教育。My family member itself involved, participated in that food washing. It's really interesting, and like we want to spread this message towards. 感染佛恩、亲恩、众生恩，在佛陀的国度再一次牵起因缘，也期待新的种子开枝散叶。台新闻李文杰、尼泊尔报道。缅甸的代之镇的德巴村，2019年发生严重的水患，组织关怀发放酒精，帮助乡亲来脱贫解困，结下善缘。即增加的民众想要去城市是真无遐尼简单。阳光的组织人特别前往来举办着教会，大概500位村民做伙感受欢喜，领了109位米当公啊回去。阳光的主地人前往偏僻的德巴村，分作4组，一家一户宣传，头一届在这举办的游会活动。这里人民庙开的，庙头瓦的被开的，就那路仓库就开的。我这个嘞，一路开进庙头来，然后加油，高压嘛，那路就叫，就那路阿老地里阿庙没在那，就那路念多嘛。真侪村民拢是伫2019年最烦的时阵和组织结缘。62岁多单子炸了家己厝种的茉莉花来降火。世界都进入你那边世界，么这么也么高能高路，树长别的，你打树的打呀，别讲那不话的飘，高能树长别吧嘞。先来回击，嘛坚定的心，欠100米来帮助就是。我路拉比哦，地坡啊，你比哦，我路拉地坡的路，就那地里烟闻了。今天嘛啥比哦，老早，老早奶奶。好亲过，志工安排红地礼，让囡仔向父母表达敬意，感染养育之恩。台新闻黄露发、泰佐佐、陈永胜，缅甸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的方向主要是东南风，台湾各地是一份好天，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中昼过后西半部山区，也佮有瓦近山区的平地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预测高温30到33度，高平瓦近山区的平地甚至有36度以上的高温。气象局发布高温黄色警号，提醒你中昼前后是比较较热。紫外线较强，出外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以免着晒。来看卖温度预测。莫桑比克的拉美高区及东中巴库马
昆巴村受到洪灾影响，大雨不断，所得河水最为浅观，规个地区厝的损害严重，淹了将近一个月，大水才退去。在后，组织之间进行爱心物资的一发放，地点选在当时河水暴涨的坑底啊，空间大，有满满的爱心物资，还佮有组织人的关怀。一代溪泉重创莫桑比克，我们来到拉梅高村的马昆巴里，可以看到这树上还残有一些漂流物，可以想象当时大水淹的到底有多高。而当地居民告诉我们，这洪水淹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慢慢退去。洪灾当时雨水不断，一路蔓延到两公里外的主要干道，放眼看去的一切拢曾经靠大水引起。马昆巴有将近8000多户受灾，如今洪水退去，居民恢复正常的生活，妇女伫河边洗衫裤，小朋友也阁会当通力合作，提网啊讨生活。今朝一看，才发现伫只处用饮用水，处处展现智慧。这是莫桑比克人乐天地主的个性，但看在区长的眼里，看起来已经正常的生活嘛，稳重未少的担忧。Estamos preocupados com, em termos de construções, porque casas já acabaram de desabar. Também necessitamos de material de machamba, não é? Catar nesse charco que nós estamos a ver que o Tsunchi está a nos apoiar com catanas, enxadas, pá, para reconstruir as casas que caíram.重建家园的头一步，领到组织提供的建材包，居民的面上总算露出笑容。领物资的居民差不多拢是行路来的，经济条件较好的，还佫有脚踏车，甚至是摩托车来运送。买上。高温之下，头壳顶的是30公斤的玉米粉。手提到的是20公斤的建材，在荒野当中行路，不少人拢是蹬只脚咧行。距离发放地点上近的，嘛有20分钟的路程。对年岁较大的长辈来讲，这一撮相当的不容易。在志工的协助之下，采访团队带着阿妈回去到厝。这一家6个人靠着后生工作，每工上最赚100块的墨币，饲活一家人。问阿妈今年几岁啊？伊讲伊袂记的，但确实会记的，就是志工送来一份爱。我是骗子，我多呢，估计俺他是废的。啊，我比他女儿木比我。Eu estou muito feliz, muito contente, porque eu também, quando estava sentada em Maputo assistindo no televisor, o meu coração não estava bem, mas não tinha como de chegar aqui. Assim estou a agradecer Master Shengele e Mamá Denise e Papai Dino, que conseguiu ter força para eu chegar aqui ajudar as pessoas. Deja, 爱甲关怀从来无因为善车受到限制。等到因为无数的滋养加倍成长。大新闻吕思萱、邓应中、莫桑比克报道。约会的重要精神之一就是弘扬孝道。台中几个地区同步来约会，真侪家长拢是真早落来带囡仔接触组织。约会已经是成为厝里重要的传统。母仔共同约会，这是吴梦轩参囡仔母亲节一定会做的代志。从孩子幼稚园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6年级了，我们每年都没有缺席。方圆静书堂约会，真侪家庭因为接受组织，感情更加好。我让孩子接触善环境、善知识，所以我想无形之中都会影响孩子。
清水证书等药物，带入细囡仔才两个月大，提起报亲恩，伊随想到上爱的亲人，很感动啊！让我想到我的阿妈，我没有妈妈，然后是阿妈从小把我养大带大的。亲情是永远的瓦壳，民管证书等只讲用回收的塑胶袋啊，制作康乃馨，因为它不会凋谢，就像妈妈生下孩子之后对他的爱、对他的牵挂一直都在。希望大家都拿这一朵啊，都回家以后更能传达下去。母亲的爱永远不凋零，可以陪伴出来的人就是幸福。我弟弟、因太太、因一个社团，今仔嘛当个规全家总动员，连阮家嘛总动员，都三代同堂。龙镇供销处，大家用欢喜心来浴佛，过程真庄严。另外，沙鹿联络处同款是满满善念，传好德。我的囝儿是侪拢这么友好，吼啊，好啊，甲阮两个照顾啊，身体嘛健康起来啊。啊，搁今仔日会当这个节日吼，会当来参加，这是我上界欢喜的代志。友好念亲恩，弘扬佛法，传智慧。大新闻中波综合报道。在表弟婚礼甲南投各地组织联络处也拢举行庄严的祝福典礼，有真侪囝子带妈妈来参加，体会亲恩。李德山一个半身瘫痪的苦女士，忏悔家己离妈妈生前做了伤济，和妈妈伤心的代志，但看到别人孝亲奉德，禁不住流下眼泪。婚姻联络处以整个来演绎着情形爽，展开庄严宴会的序幕。副馆长谢淑雅率领馆副团队参与盛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磁场，来到这边之后，我觉得是有一种化学变化，幸福会加倍，欢喜会加倍，祝福吉祥。镜头来到苗栗，馆长徐耀昌率领着馆副团队虔诚宴会。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个机会，不妨去浴佛，洗涤心理上的一些的不快，或者把自己的孽障借着浴佛把它消除。苗栗联络处也会典礼第一摆伫喺拄啊乐成的大爱楼来举行庄严隆重。典礼了后，也佫有环保 DIY 活动，甲大家同乐。德山联络处也会。苦女士少年的时阵想袂开轻生，两骨受伤，伊想起往生的妈妈，眼泪忍不住流了来。看小孩子跟母亲、妈妈奉茶这样子，因为我从来没有跟妈妈说过，我从来没有。奉茶孝亲，有眼泪冒笑容，在德山证书堂内底满满的感动。玻璃联络处也和乌克兰这对男女朋友，伫个花莲坐朱泽志刚的便车来到玻璃，顺着这么好的姻缘，到阵参加盛会。跟他们说有一个活动请他们来看看不一样的人伦这样子，就带他们过来。这位少年的女士是一位素食者，第一摆也和的体验，还一摆来到台湾，留下深刻丰富的印象。另外，在南投联络处也举办了一个典礼，大家以清净恭敬的心礼敬祝福，虔诚祝福。台湾新闻郑尚美之工中波综合报道。住在洪山联络处离玉湖完了后嘞，就要来改建，周边的工程已经先展开，住在之间克服困难，照常举行，所有仪式动线悠然庄严。之间的用心，让社区的民众真感动。希望洪山证书堂落成了后，继续过来参加，将住在新的力量传播出去。随着呼号声，朱泽志刚打出的脚步是真整齐，好像贵宾从体会博难遇佛的一份殊胜。这其中冒真侪少年朋友来参加，内心会有种被就是压力什么的，就是被释放掉，然后就会感觉到比较轻松一点。每个人每次看到我，就是给我很多的祝福，然后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有大家。因为大家的祝福其实是我这一路走来的一个能量跟动力，那我也希望把这个祝福可以再继续传递下去。
虽然这是竹节红山联络处改建的上尾一场的约会，志工游园是真认真，每一个动作甲环节拢真用心，予会众来欢喜，并且希望未来拢会来参加活动。如果盖好之后会，就是还蛮方便，可能要参加活动会更方便一些，参加的几率会更高。对，后来参加感觉自己心里很平静，而希望以后可以给自己更多的智慧去面对一些事情、生活这样子。唔啦，红山包括公山、甲基山、高阳区，总共有十一处东部的约会。有人是带着妈妈，甚至是抱病进来，因为认为约会仍然是真舒心。借约会来洗涤内心的烦恼，更加要甲组织爱的能量散播出去。大新闻新闻每日讲，高雄综合报道。屏东枋寮的育佛场地就在枋寮高中，组织一百关键学校的校舍，真侪基层的队员也来接受育才计划的培养，学生特别来做志工，也为亲人来祈福。手机演艺附庙文章南部经触动屏东盐埔联络处的民众。这个村埔乡镇高龄长者较侪，业佛的时阵在弯腰，志工对边啊搭心甲扶咧。为了庙民众会当就近沐浴扶温，屏东总共有六个所在同时举行。在台湾尾枋寮，选伫枋寮高中进行，组织曾经完建学校的校舍。假日，囡仔天天得着志工去付出，去做志工。那你们都有参与什么样的活动？上次去进摊，然后还有捐血干细胞。穿着志工背心的学生，大部分是举重校队的成员，嘛加入组织人才培育计划。志工时时引导学子心灵成长，更加邀请因来义服。第一次很特别，很开心啊！这一天，志工的囡仔嘛来了。看来看上孩子，东班后方，西班后方。很感恩他一路都陪我们走走走走，不管什么活动，他都跟着我身边。知影感恩的囡仔上届有福，跟着妈妈做伙付出，行善搁行孝，父母亲足骄傲。大新闻真实秘志工邱瑞堂、谢延辉、陈胜利，屏东报道。中华育佛仪式分别在几啊间国中、高中来举行，要为妈妈奉茶活动，父母亲节更加有意义。请奉茶。南国国小的囡仔用感恩的心奉献对父母、是大人的尊敬。大声跟你前面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拥抱，说一声我爱你。慈少班的赖佑君甲姐姐利用今仔日的机会，表达对老母的感谢。看到妈妈的笑容，就知道她以前的辛苦都是值得的。还有天主教导蔡妈妈，因为感受无分宗教的爱，甲因仔囝拢加入组织，嘛来参加育佛。有这三个友好仔囝，安尼我就足满足的啊。佛祖。伫园林高中，真侪妈妈仔囝甲阿妈同齐来参加典礼，佮有无同的团体担任典礼组，感受现场平静的气氛。今天就有这样子的因缘，让他们亲自来感受这个非常神圣庄严的一个活动。另外，河美河东国小也有业务的活动，河美儿童班特别甲普通时固定的活动提早来共一天，让囡仔甲家长体会无同款的意义。孝亲的一个象征的意义，也是一个佛诞日，更是一个慈济日，三节合一。应该要感恩，应该要去对大众能有所付出，感念佛祖、父母加众生的恩惠，三节合一的因缘，在众人的祈祷当中圆满完成。大新闻精神秘志工中华报道。以上就是今日早起新闻，将时间交主播倪明君。谢谢佩莹，继续来关心国语新闻，我是倪明君。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日，三节合一，慈济在台湾还有许多国家举办浴佛。今天的新闻带您感受，首先看到人数最多的一场，台北中正纪念堂的浴佛大典，两万多人排出了14个字：感恩、尊重、生命爱、和敬无声、共福缘。而现场的环保地球和菩提树也是亮点，希望所有人疼惜大地，爱护万物众生。
浴佛大典、医疗、警消等各行各业，上万人齐聚，300多位长老法师引领宇宙大觉者抚慰地球人间。钟鼓齐鸣，钟鼓敲响，迷茫人心。500多位青壮年展演青春活力，阵法传承一开场震撼人心。恭请蔡总统带领大众浴佛，万人浴佛，清净自心，盛大庄严场面，人人缩小自我，学习佛陀慈悲智慧，扩大爱心。礼佛祖。两厅院广场立体琉璃同心圆，圆心布置菩提树，象征智慧如海，向外扩散，人人同心同行菩萨道。佛在灵山，我愿求。绕佛绕法，绕出自信佛，坚毅不乏，身心合一，智慧光明点亮万盏心灯，照亮温暖人间。大新闻消息解寻好，台北报道。浴佛大典也开放民众浴佛，很多人携家带眷参加，志工也陪着行动不方便的民众到环保地球祈福。礼佛祖，闭上双眼沐浴佛恩，在环保地球前许下心愿。即使行动不便，必须靠着轮椅移动，仍有许多民众特地前来感受现场氛围。祝福吉祥。你来到这边的感觉就是那个磁场，就感觉你心情就是觉得很愉快，然后大家很和祥。小手合十，诚心祈愿。浴佛大典现场，许多父母带着小朋友一起来浴佛，看着如此庄严的场面，也在孩子心中留下深刻回忆。觉得很殊胜，然后就来的时候觉得很感动，所以今年就是他们比较大了，也比较懂事，然后想说再带他们来就亲近三宝。齐声唱诵，为天下苍生祈求平安。无分年龄大小，只要有颗虔诚的心，就能为社会带来爱的希望。大家新闻范秀仪、简元吉台北报道。浴佛大典除了蔡英文总统、马英九前总统以外，还有许多教育界学者以及护士慈济的荣董参加。大家希望把浴佛的感受带回校园，还有企业公司，散播正能量。中正纪念堂庄严的佛诞节浴佛，6万师兄不止参与其中，更全心投入，带着感恩心参加，更想把经验带回南投。第一次参加那个我们台北中正纪念堂的浴佛节，看看我们台北的浴佛跟我们社区浴佛不一样的地方，来这边可以学习到很多。另外也有教育部官员参加，希望把孝顺父母的观念带回教育单位，传承给更多教育界同仁。透过这样子的浴佛大典，事实上也是缅怀感谢呢我们的一个亲恩，所以非常具有这个教育意义哈。当然也期待我们的各级学校以及我们的老师一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佛诞节、母亲节与全球慈济日三节合一，因缘殊胜，期许把感受到的善念传承更多人，让正能量持续扩散。大新闻陈列李明华台北报道。许多政府官员还有其他国家的使节也参与浴佛，为台湾虔诚祝福。一年一度国定佛诞节，新任总统蔡英文和前总统马英九和上万民众一同虔诚浴佛，一下车就直奔活动现场。南非联络办事处代表第一次参加慈济浴佛，会特地出席，一来是对兄弟邦东非遭到弃权侵袭表达祝福，二来是要感恩慈济。Now we I appreciate the warm-heartedness of people of Taiwan.And of course, led by the foundation, I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you to reach other places of the world, not only Africa, but every part of the world which experience unfortunate situations. 第一次参加慈济浴佛的还有巴西驻华代表，他和夫人以及友人一行四个人感受宗教之美。Visit first Confucius, then Lao Tzu, then Buddha, then I paid my respects from the very foundations. Of
Chinese great, wonderful, five thousand years old culture. 庄严浴佛，这一刻不分你我，彼此沉淀心灵，一同为台湾、为世界献上祝福。大爱新闻林国兴、林文森台北报道。浴佛大典有一群人特别亮眼，他们是移民署带领的将近30位不同国家的新住民，他们穿着传统服饰，为台湾还有故乡的家人祈福。在台湾落地生根，新住民们穿着传统国服，每个人都兴奋地拍照拍不停。都在泰国是平常有在穿，是在台湾是真的很少机会在穿。那有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很开心，可以穿到自己的衣服。每个都穿自己的国服来嘛，就是觉得哇，还蛮就是漂亮的。参加浴佛，不少人是第一次，但也有人因为认同佛教理念，已经是连续第3年来参加。我在越南也是佛教，来这边我也是办佛教，我也认同那个，慈济他那个，所以我都参加。这群美丽的新住民们来自不同国家，将近30位由移民署邀请来到浴佛大典，许一个心愿。我已经在台湾很久，然后爸爸妈妈也是越来越老，所以我今天祈求爸爸妈妈健康。结婚来台湾的新住民姐妹也是大部分呢都已经当妈妈了，我们是有一个寄托，希望呢是如果参加这个活动，我们能够带给家庭家人的一个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浴佛传递祝福，联系情感，也让大家看到不同国家的多元文化之美。台视新闻江宏台北报道。浴佛大典大爱台全程转播，另外也透过网络连线，全球各地都可以同步参与。带您到加拿大多伦多来看看。透过网络，西多伦多慈济志工与花莲同步浴佛，遵循指令绕佛绕法，心念无距离。我们能够零时差的跟全球的慈济人一起为天下的和平祈福，这是我们身为慈济净师弟子最大的一个使命与荣耀。30位志工谨记净师弟子使命，虔诚浴佛，洗涤心中杂念，更清楚前进的方向和目标。今天的浴佛让我们感觉到佛陀的慈悲以及上人的心愿，我们会继续带着这一些往前走。同行净思菩萨道，贴近佛陀的心念，即使相距千里远，步步都踏实。大爱新闻萧南加拿大报道。而在南半球澳洲布里斯本志工和人文学校也举办浴佛，500多人参加，大家带着竹筒回娘家，希望东非的灾民有个家。手捧香灯、香汤，步入会场，浴佛台前道气庄严。布里斯本慈济人与人文学校共同举办浴佛典礼，首次参加的陈爷爷心很震撼。我承认办得很用心，很有自信，这是我们最感恩。感念佛恩，也要感念亲恩，奉上一杯茶，让人动容。让我的孙子他有机会拿着双手奉茶。这个意义太好了。当他们双手奉茶给我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感动，然后就觉得小朋友好像长大了。如何回报众生恩？同学们带来自己的竹筒，倒入功德海，要帮助一代风灾的灾民能够早日重建家园，也带回了满心的欢喜。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刘静一、陈九山、周嘉欣，澳洲报道。再来看到东南亚国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新加坡浴佛在体育场举办，39位法师领众，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8大宗教代表还有市长也参与祈福。傍晚6:30，在武吉甘博体育场，大约2000位职工形成2大法轮及慈济53的队形，39位法师引领会众，在佛号声中礼敬诸佛。So you can see the Sri Lankan venerables, venerables from Thailand, venerables from Myanmar,
and the venerable monks and nuns from Singapore, and almost all the religious leaders are here. Actually, this is not much visible in Sri Lanka, madam. 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八大宗教代表以及市长等大约40位贵宾也参与其中。飞泰一家四口第一次参加浴佛典礼，与家人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吧。我其实天天过得好，就是母亲节不一定是要在今天庆祝，然后今天可以跟这么多人一起庆祝，我觉得是我们的荣幸。坐在轮椅上，随着大众虔诚祈福，黄元爱与母亲以往都是参与义诊中心的小型浴佛，今年刚好会场就在住家附近，即使行动不便也要到现场。觉得大型的比较好，很多都是看到那些天色暗了，更显琉璃佛的明亮，盏盏心灯形成灯海，众人虔诚祈祷祝福国泰民安。戴心理家戴小庆，客转性蔡准佳，新加坡报道。而在马来西亚，慈济马六甲分会浴佛将近4000人参加，大家感谢佛恩、亲恩、众生恩，提醒自己行善尽孝，还要更精进。随着佛号声缓缓走向浴佛台，志工与民众虔诚礼敬诸佛。礼佛祖，志工与民众虔诚礼敬诸佛。马六甲慈济浴佛典礼，约4000位民众在法师的带领下，共同感念佛恩、亲恩，还有众生恩。我们大家都要以一个感恩的心来做好每一件事，感谢佛陀的教诲。其实每个宗教都是向善，也是往善这个方面的。所以如果每一个人都爱人、爱这个大地的话，我想我们的世界会是非常的美好。礼佛祖。透过浴佛洗涤心灵污垢，发露忏悔，更要诚心祈福做善事。佛陀教导了，上人教导了，还没有实现呢，就是人人的心中还是污染的，就感觉到还做不到嘛，就涌上心头那个，就哭了。当然是祈福，快点好起来啊！要行菩萨道了，已经休养了将近2个多月。真的是分秒不要空过了。你如果一次过给不到那么多，你一点一点，最后也是会变很多的。你帮助到那种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是一个，我自己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所以我会很安心嘛。凝聚众人善念，共同为世界祝福，天下无灾无难。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而慈济马来西亚雪隆分会浴佛同时也推动素食，目前畜牧业的排碳量占了全球温室气体的18%，超越了交通运输业还有工业，素食刻不容缓，素食是减碳的最好方法。所以花艺志工就在现场布置了许多蔬菜水果，告诉大家吃素对自己对地球都健康，而且不杀害动物也是真正的尊重生命。摆满各式蔬果，这里不是菜摊。配合今年浴佛主题，雪隆慈济志工发挥巧思，将花艺和蔬果相结合。往年都是用花嘛，那今年我们会加了一个蔬菜跟水果，这样子来配合我们的主题，这样子，那就是复生素食。蔬果鲜花庄严浴佛台，典礼结束后还可以发挥另一项功能。过后呢，我们会把那些新鲜的一些花，还是这样子的一卖出去，包括那些菜跟那个水果，都可以这样子的一卖出去啊，我们都没有把它浪费掉。场内响起铜板声，志工带着竹筒回娘家。
趁着佛诞节，会众也不忘送爱东非。水灾啊，整个小村都给它冲掉。我们正言法师不是时常在谈这个吗？一分一角，有心人的一分钱也是积少成多了。世界哪里有灾难就去到哪里，感恩我们有机会能够施舍给人家，啊，那个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此际三界合一，感念佛恩、亲恩、众生恩，敬茶环节弘扬孝道。工作回来，老是想着累累累，没有那个时间去陪他们了。我看到他的确是蛮辛苦养大我们，事不宜迟了，妈，追根到底，怎么样忙都好，都要问问你啊，陪陪你啊。五月是感恩的季节，子女勇敢把爱说出口，让爱化作行动。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焦点回到台湾，看看三个县市桃园、新竹和嘉义的浴佛。首先看到桃园，桃园的浴佛在静思堂举办，将近3000人参加，还有亲子活动，让孩子向父母感恩。桃园静思堂户外浴佛，志工与社区居民排列整齐，虔诚祈祷，展现庄严道气。我们以3楼铜门前作为中心，两侧的大扶梯向前延伸至朝山步道、同心园以及车道，就如同中间有一尊佛菩萨在拥抱苍生。今年参与志工培训的高美雪带着婆婆祝福而来，婆婆因癌症往生，庆幸最后还能有机会尽孝道，没有遗憾。她觉得说吃饭时间是她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我会跟他聊天，然后他就吞得下去，虽然没味道，但是他还吃得下去。除了场外，还有场内浴佛，近千位社区居民参与，众人祈求祥和社会，可以跟佛陀学习，也共同的彼此在生活中互相的尊重，互相的体恤对方，这样让整体的社会会得到更祥和。庆祝佛诞节，也共度母亲节，现场安排亲子 DIY 做天灯，要把感恩说出来。妈妈，哦，为什么？因为妈妈很辛苦，平常上班工作很辛苦。妈妈，我爱你。手机 APP 也能表达爱意，写上祝福，数位天灯及时传送，更加环保。因为我们往年都是做祈福卡，那又会有祈福卡回收的问题。好，那用数位式的可以让它可以一直存在，然后结合现在年轻人要接地气，全家总动员，共同感受善的氛围，也带回满满的幸福。大爱新闻之声美职工桃园综合报道。新竹的浴佛也有2000多人参加，福延金舍法师领众，让会场更有道气。新竹静思堂三节合一活动在庄严的浴佛典礼中展开，志工沈文展带着高龄的双亲参与，共沐佛恩。我很年轻的时候，爸很赞同我们来这边，我也希望这样也可以这样做下去，这样子。弘扬佛陀的慈悲，志工也在浴佛仪式后举办圆游会，汇聚善念，让爱飞扬。我们手心向下就可以帮助人家，这样子的举动行为就可以帮助人家，要赶快做，要赶快做，而且要抓住这个好因缘，因为台湾是以善以爱为宝，所以要抓住这个好因缘，爱跟走。昨天就开始准备了，今天700颗都预售完了。对。两场浴佛典礼，超过2000人赐予会，善念力量共振，共同祈求天下无灾。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宋秀丽、马世杰新竹报道。而嘉义的浴佛东石村村长感恩去年823水灾志工的救灾和陪伴，也因为天灾不断，志工提醒大家环保斋戒，爱地球。嘉义市长黄敏惠写下心愿，环保天灯点亮心灯，我觉得满满的感动，所以我相信这可以洗涤我们的心灵。我想每一个人期望真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浴佛典礼不只是宗教活动，也是人文美善的呈现。去年的823的水灾，哦，我们都感受到那个慈济的师兄师姐，他们这么热心的为灾民的那种服务。因为当下灾民是一个很惶恐的情况，但是这个时间
师兄师姐适时的出现的来帮助，所以我们的村民是非常的感恩的、啊，就也很再一次的深入的去了解说整个实际的那些世界，所以非常的感恩、啊。期待让全球看到台湾以爱以善为宝。我们礼佛的庄严的场面呢、啊，让我们联想到在每一个在现场看到我们慈济的师兄师姐在现场热心的帮助我们受困的民众，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慈济人呐、啊，在国内外啊，做的这些付出啊，让我们呢感同身受、啊，我们应该学习佛陀的精神啊，整个宗旨就是弘扬这个感恩的一个概念。这跟学校推动的这个勤仆感恩的一个愿景是相符的。那我今天也看到一些东石国小的小朋友来参加这样的活动，那我也感到很欣慰。地方各界同沾法喜，希望共同走上行善最乐的菩萨道。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张小娟、洪文斌、陈俊廷加以报道。这一次在中正纪念堂的浴佛大典，演绎情形颂的鼓队成员500人几乎都是年轻的面孔，他们用鼓声撼动人心。钟鼓齐鸣，庄严震撼，整齐划一的钟鼓节奏撼动人心。第三次，可是每一次都很紧张，就是看到这么多，然后觉得这是就是很殊胜的那个音乐才有办法在这边。500人组成的鼓队庄严殊胜，即使成员都是年轻人，为了承担演绎，他们都付出不少苦心。刚开始打的时候会觉得就是脚张不开啊，或者是很酸，可是越打越久后就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困难，就也蛮有兴趣的。每次扎马步都会扎到回去要热敷，然后也会酸痛一个礼拜这样子，可是最后还是就是很开心，就是能够来这边跟就20000多人一起能够浴佛，然后来打鼓。尽管第一次参加浴佛大典，但靠着平日稳扎稳打的训练，在这一刻敲响钟鼓，也传承法脉。大爱新闻黄金王家宏台北报道。好，镜头再来到美国，全美急难救助志工组织年会最后一天，持续以气候变迁为主题，分享救灾经验。全美急难救助志工组织年会的最后一天，慈济举办论坛，聆听各界意见，也分享自己的经验。At this panel, we'll be talking about how policy and climate and climate-induced disasters affect various populations. We're hoping that the audience can take away successful models in which organizations such as 慈济 uses to serve and help people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We went over 3 weeks in a row to provide cash cards.At the DRC. Pacific Islands have certain difficulties. For example, people who live on land but without registered domicile, that traditional relief organizations like FEMA or Red Cross are not able to help under their rules. So they need to come to organizations such as 2G that have more flexible rules so that we can help fill the gaps. We have no gasoline. We have no fuel. We run out of fuel every 2 weeks.They can't afford to buy it. Well, disaster relief in Haiti is much different than working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because their situation was already dire to begin with. So for instance, if there's a catastrophic event today, no one is prepared for it at all. So it's crucial to have help from organizations like 慈济 Foundation. 年会活动结束，但对慈济来说正是好的开始，期待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其他单位合作。Within 3 days, we would talk about lots of friends, and we will work with lots of the agencies. And that's enhanced us and this organization and the other organization to continually work together, collaborate together to helping people, especially during the disaster scenes. 大爱新闻木凡周、黄迪俊，美国报道。新闻就再一次带你感受台北浴佛大典的庄严气氛。也邀请您跟着画面一起虔诚祈祷，感谢您的收看，祝福您平安欢喜，我们再会。